大家好，三位老师好，我叫张宁，来自江苏盐城，今年30岁了。我有个6岁的儿子，刚刚在台上，跳的最不好的那就是我儿子。我们看着都挺好。为什么会来参加我妈妈咪呀节目？因为我喜欢跳舞，虽然他经常说我老公啊，经常说我跳的并不好，但是我今天就想告诉他，我从我们盐城跳舞，可以跳到东方卫视妈妈咪呀这个舞台。那你的目的达到了。真的今天舞跳得特别好。但是我家人其实还是并不同意我参加这个节目。那家人不同意到底是为什么？他是觉得就说你已经结婚了，你应该在家带孩子。可是我有我自己的梦，我喜欢跳舞。我是在我生完孩子刚满月没过几天嘛，我就想要开个街舞工作室。但是家人都不同意，然后我就跟朋友借的钱把这个舞蹈工作室给开下来了。开下来之后5年了，我从3个学生一直到现在已经拥有了200多个学生。哇。谢谢。那你的性格是不是有很倔强的一面？就是你不让我干什么，我一定要干成。从小到大都这样吗？对，我就是一个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女生。你越是不让我开舞房，我越是要开舞房。从小到大就这样，包括那个我弟弟结婚的婚事啊，谈的女朋友都是我做的主。你要给你弟弟介绍女朋友，你弟弟凭啥就答应了呢？他是自己谈的女朋友，谈了半年多了，爸妈都不知道的，没有，家里没有一个长辈知道，就带给我看嘛。我吃了顿饭，我说这个女孩子我不喜欢，不大合适，就跟你在一起吧。说完这话就分手了。那后来你弟弟怎么就是听你的话结了婚了呢？他又谈了一个女朋友，1个月都没有，又带给我看，跟我吃顿饭嘛，就问我姐这个女孩子怎么样。我一看，挺老实的，我觉得还可以啊。我说你可以跟她结婚，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没隔多久，他就结婚了。我怀疑你当初爸妈在一起的时候也是经过你同意的啊。包括这个老公也是我自己找的嘛，我爸妈也不同意啊，我公公婆婆也不同意，所以。你越是不让我干什么，我越要证明给你看，我们俩在一起是可以的。那他们为什么不同意呢？因为我们从小就认识，然后父母也认识，都是朋友，就觉得我们这个性格嘛，就是不大合适，都脾气啊，各方面都比较暴躁，比较这样子。那经过实践了，现在觉得怎么样？你们关系好吗？现在我老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哪是娶个老婆回来，就多了个兄弟。因为我在家就是我开舞房这么长时间，我没有用过我老公一分钱。其实也就是因为我太倔强了，就想证明给他看，我开这个舞房是对的。那你老公就是今天来了没有？妈妈咪呀由细致营养爱护有加，延续妈妈的天然爱护力的贝因美金爱家独家冠名。妈妈咪呀由我的选择景甜纯净水特别支持。你老公就是今天来了没有？我没让他来。你爸妈来了没有？没有，我说你们不用来，电视机前看就行了。就只有儿子有这个特权可以来。对，我现在很想看你儿子什么样，马上请上来好吗？老师好。你叫什么名字？邵雷轩。邵雷轩，小帅哥，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在家里妈妈凶不凶啊？
不行。早饭谁做给你吃的？奶奶。谁早上起来谁给你穿衣服的？奶奶。晚上睡觉谁给你洗屁屁的？也是奶奶啊。哦，那我们就知道了，你妈妈真的不凶的，因为没有时间跟你凶。哎呀，今天我们这个张玲来啊，舞蹈真的是挺震撼的，我觉得你跳得真的很好，希望在我们这个节目这个播出之后，你能够在盐城乃至整个江苏有更多热爱舞蹈的小朋友能够到你的舞蹈工作室，好不好？谢谢，我这边支持。谢谢，必须支持。谢谢，真的厉害，通过。谢谢，谢谢三位老师，谢谢。谢谢，有请下一位妈妈。三位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自祖国美丽的边陲小城西双版纳，我的名字叫严欢，今年29岁。嗯，我目前是在我们西双版纳非常著名的漫天御花园做培训老师，我有一个10个月大的宝宝。那今天您穿得这么漂亮，是要表演一个和你们？其实今天我要表演的才艺是当年我公公和我婆婆的定情歌曲《三月里的小雨》。是你老公的爸爸妈妈的定情歌曲？是的，我公公婆婆。就是上世纪80年代的歌曲，这首歌是当年他们的，定情歌曲。对，他们俩认识的时候，我公公骑着小单车，唱着《三月里的小雨》，把我婆婆骗到了手。你在唱的这个过程中，我能想见出来你，公公婆婆的爱情。对，就是那个年代的。我公公婆婆他们感情的那种特别愿意去表达对彼此的爱，对我们两夫妻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两夫妻才能够也那么恩爱。太好了，任何事情都是有传统有传承的。 对他们耳濡目染是吧，尤其你先生从小看着爸爸妈妈那么恩爱。对，您的丈夫今天有没有陪你来啊？有的，他们都在的。都在，公公婆婆也在啊。是的。哇，那我们太期待了，有请。对对对。刚才啊，一直听这个严欢说，叔叔，您对您的爱人啊，每天这个呵护啊，宠爱啊，就是特别想看看叔叔，就是拥抱一下您的爱人哈。可以啊。可。而且你看，叔叔蠢蠢欲动啊！你看，拥抱要想大劲儿吧。不用。大姐，您爱人每天抱您几次？一天最少有2次。这呀。这是他夸大了，一般呢就是也像我出差回来呀、就是说有几天不在家的时候，他会突然跑过来拥抱我，是他主动的，不是我。哎呀，不要说的这样嘛，让我都不好意思了。不要再解释了，我们好想看了。来，老婆。我妈妈很害羞。你看，还不好意思啊。我觉得这个是出乎我意料的，因为我本来会觉得大家就是象征性的，没想到当大哥把手张开的时候，大姐整个人就像小鸟一样，没错，钻到那个，对对对，而且这个婆婆有点套路，你知道，这叫欲拒还迎，就是刚开始，哎呀，然后突然就激烈了起来了啊。结婚几年了？我们结婚已经是31年了，整31年。怎么可以一直保持这样感情的浓度？这个，就说，在结婚以前吧，当时我在这个边境一线上工作，就说真的，
那个时候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就说交女朋友是很难很难的，但就是唯独他呢不知怎么就看上了我，甩也甩不掉啊，甩也甩不掉。但是呢后来结婚23年，我们都是分居的，但是就是说家里面的所有的家务，包括照看父母以及教育孩子啊，都是他一个人在承担，可以说他是任劳任怨，无怨无悔。到2001年我从部队转业回到地方以后，我们才有机会能够在一起相亲相爱，把过去的损失把它统统的再补回来。所以可能就是说一天会拥抱2次3次，这是他在叫我寻求我的补偿。不好意思，作为旁听者我们就觉得很幸福了。那这个家庭这么幸福的，我相信严欢你老公肯定每天跟你的这个情感交流啊，只会比你的公经常这样，经常秀恩爱虐我们。我看你们家里的状况，我突然开始想家了。我爸爸妈妈也是这样过了一辈子，从我有记忆以来，他们就每天早上起床两个人就不停地讲废话，讲到睡觉，平平淡淡就过了他们的一生。我觉得这样的婚姻的状况是最幸福最让人羡慕的，他平淡中有非常浓烈的情感在里面。谢谢。从你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啊，只要是用心的浇灌，用爱来培育，这个爱情之树是可以长青的。因此我也建议哈，所有像我们以上啊这个年龄段的人都应该这样，就是有爱就要说出来，不要羞羞涩涩的，对吗？我们中国人表达感情有时候太含蓄，有时候就简单的一个我爱你，就会让人心里边就是充满了甜蜜和幸福的感觉。有爱就要大声地说出来。谢谢老师。谢谢老三位老师。真的看到你们特别的温暖，我看到的不是你们幸福的四个人，我还看到了你们幸福的孩子。因为在这样幸福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将来一定过得比你们更幸福。祝福你们。谢谢老师。祝福你们，太幸福了。谢谢，祝福祝福。谢谢三位老师。好，谢谢大家。我这次来到妈妈咪呀，其实是为了一个人而来，我想让他重新振作起来，重拾信心。我要告诉他你可以的。妈妈咪呀，我来了。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妈妈。三位老师好，大家好。我叫郭峰，我来自辽宁朝阳，我今年30岁，我的宝宝现在7个月。为什么会来参加我妈妈咪呀节目？其实我来参加妈妈咪呀这个节目是我有我自己一个迫切的需求。
我想让一个人重新振作起来，想让他重拾信心。那肯定是您生命当中特别重要的人。对，他是我生命中特别重要的一个人，在我心中他是最棒的音乐人，吉他手。他特别喜欢音乐，他最开始吸引我的地方也是他弹琴的时候，整个人看起来特别阳光帅气，很耀眼。但也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以后再也不能完整的弹一支曲子了。这个人就是您孩子他爹。对，您猜的没错。但是为什么就以后弹不了音乐了？因为在前几年他出了一些事故，他现在左手有点残疾。什么事故？在4年前的那天，正好是他生日，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这个人他平时不怎么过生日，以前他说他没吃过生日蛋糕，然后我就在上班之前偷偷跑去给他做了一个蛋糕。他很高兴，晚上吃饭的时候他说，哎，我这两天在写一支曲子，我弹给你听。我说好啊。他就特别高兴地回屋取吉他去了。可能是由于他当时太兴奋了吧，他没看见脚下的一些就是网线电话线的一些东西，整个就把他的脚缠住了，他整个人扑出去，左手整只手插进了旁边的玻璃门里。我记得很清楚，是晚上11点多钟进的手术室，早上5点多钟出来的。医生出来跟我们说，他的手因为断了8根筋。医生说我们正常人的手一只手是10根筋，每根手指2根筋，他除了小拇指的2根筋没断以外，其他8根筋都断了。然后就是里外筋肌肉什么的，还包括外面的皮肤，缝了130多针。他出来之后医生说，你以后别说弹吉他了，你就是掉在地上的硬币你也许都捡不起来。那之后呢？事故发生了之后，我们在努力帮他恢复他的手，他现在慢慢能拿起来吉他了，但是他还是不自信。因为对他来说，一个音乐人，一个那么热爱吉他的一个人，你让他手断掉了简直就是要他命一样。所以我想通过这个舞台，我告诉他，你一定要自信一点，勇敢一点，这也正是我今天来参加妈妈咪呀的理由。我们这个舞台一直是希望给妈妈。老婆是因为你而唱歌，如果不是因为你，她今天可能表演的是舞蹈，是不是？对对对，是这样的。演唱哪首歌曲？我想跟她弹唱一首《我愿意》。开始你的表演。转眼
刘伯，你这个手我们完全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呀、啊。嗯，我的这个手现在是一共三处大伤疤。嗯，这里是一处，然后还有这里，然后再一个就是这里，三处大伤疤，连里到外一共大概是缝了130多针。哇，100多针！那你现在在弹琴的时候，你自己感觉是哪里是不自如吗？还是怎么样？现在如果我的手我这使劲的话，它是抖，严重的抖，不可以自主的往下弯，只可以这样。也许特别专业的人士能够听出来哈，就在你弹奏的时候有什么小的一些差别，可是我们这样听就已经觉得非常完美了，没有任何问题。谢谢老师。刘老师，其实你应该谢谢你现在牵着手的你身边的这位，我相信他一定带给你力量。对，确实是，我能像今天这样，虽然弹呢也不是说多么好，但是能重新有信心拿起吉他，或者是说继续做音乐，我的老婆是功不可没。一开始出现这个事故之后，我整个人是崩溃的，但是我媳妇儿跟我说，她说你不要怕，她说我陪着你一起去把你的手康复好，一定没有问题的。嗯，在那之后，他每天陪着我去医院做康复性训练，因为可能有学过舞蹈的人能知道抻筋撕腿是多么疼，当时给我疼得满地打滚，我媳妇儿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让她私下跟着大夫学习了那个手部的按摩，每天回到家她要给我按摩大概2个小时以上，然后还有包括热敷。我那个时候还是不太愿意去见人或者接触社会，我媳妇儿想方设法的带着我逛商场，陪我上公园散心，然后陪我上河边晒太阳。刘波自己都放弃自己了，为什么当时没有放弃？还是说我觉得他这个梦想吧，因为他本身他就是一个特别热爱音乐的人，一个热爱音乐的人如果放弃了他的梦想，那他就是一个空壳子，没有灵魂的躯壳。后来大概有2年左右我没有再碰过琴。有一次我们也是看电视，一个我喜欢的乐队在演出，他问我要不要试一下，我当时随意地说，那就来吧。他就把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给我的老婆唱了一首黄老师的歌。黄老师，我给您卖个关子，您能知道是什么歌吗？通常若是求婚、结婚、求爱这类的啊，应该是何德何能吧？对，是何德何能。
你也要感谢你的音乐带给你的人生，特别是你身边有这么爱你的老婆，她永远支持你。我也希望你要用音乐来回报她，好吗？好的，好的，我一定努力，我一定不负我老婆和三位老师还有大家对我们的这种厚爱和希望，我一定努力，谢谢。今天的表演，今天的一切的故事，都让我们觉得人生非常的圆满幸福，谢谢你，谢谢老师。可以说生活跟你们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但是你们联手让这个玩笑真的只是成为玩笑，所以我衷心的希望在妻子的帮助之下，丈夫能够完全的康复，能够真的完成你们两个人的音乐梦想。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祝福你们，谢谢大家，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妈妈。三位老师好。大家好，我来自那个山城重庆，我的名字叫做罗同恩，我有一个混血宝宝，然后他现在两岁多。你老公是哪里的人呢？我老公是伊朗的，我们是姐弟恋，他其实比我小8岁。怎么会认识伊朗老公呢？我们当时是在那个泰国的时候认识的，我们两个就一见钟情，然后坠入了爱河。去是去旅游？对，我一个人去。那就是去寻找爱情的了。也许吧。也许。对。今天来我们节目，您表演什么才艺呢？因为认识我老公，现在有我的宝宝，我觉得特别的幸运，所以我想给大家唱一首那个小幸运。开始你的表演。您不是小幸运，您是很幸运。老公，我们怎么叫他呢？名字？他的名字叫 Beza。Beza。那有中文名字吗？他的中文名字叫小贝。哎呀。小贝。对，他不是特别喜欢那个踢足球吗？哦，他是球迷啊。对呀，他是铁杆啊。那我们可以请他出来了吗？可以啊。充满期待。有请小贝。大家好，三位老师好，我叫小贝，我是罗彤的老公，我来重庆的。你是来上海了？我觉得他说话的时候好像是青少年的那种感觉啊。如果是中国队和伊朗队两个国家队比赛的时候，支持谁？你们家不得当？不得把火锅泼对方身上啊！说到这个，我真的是特别气愤。那次不是也是中国和伊朗队的比赛吗？然后我就问他很多朋友，你们支持哪个队啊？都说中国队。我就问他，哎，你支持哪个队？他说伊朗，必须的。我说那好，如果中国队
有什么输了的话，我绝对暴打你一顿。结果中国队输了，然后我就把他拉到那个门的后面暴打了一顿，然后还叫他们的朋友们全部拍那个就是朋友圈，发到我的朋友圈里面去给他们看。我把你们暴打了一个伊朗的男人。好了，解恨了，今天晚上。很好凶了。很偶尔。伊朗的女孩子是不是也是这样，经常会打老公？不是。那你的老婆就是这么厉害，你为什么这么爱她？我喜欢我爱她的这一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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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的每一个问题，甭管他听懂没听懂，他在回答之前一定要深情并且谨慎地看着我们的就是小罗哈，我该怎么回答？对，然后因为怕被打。 对， 对，我觉得他特别惨。但是你要告诉他一句话，打是亲，骂是爱。对，打是亲，骂是爱。打是亲，骂是爱。对。那小贝现在能够适应在重庆的饮食吗？老板为了这个是老板微辣。对，这个是重庆的方言，因为他刚来的时候不是特别的不能吃辣嘛，但是重庆火锅你必须吃呀，我就带他去嘛，那个重庆火锅，然后去看了那个红汤，一大锅全是油，他就人都傻了。哎，我说有重庆有那个鸳鸯锅，一半是那个清汤，一半是那个红汤嘛，你要吃清汤好了。他说嗯，好这个行。就他点了一份他最爱的那个牛肉片，他说嗯，这个可以了。结果上来那个牛肉片一上来傻了，因为我们那个重庆那个牛肉片生牛肉，他会拌上那个辣椒粉全部裹在一起，他当时就还是忍住把那个吃了，吃了以后就回去拉了三天。然后真的，然后他当时来了重庆吧一个多星期，瘦了15斤，一点都不夸张。而且他到了重庆以后嘛，本来我妈妈也就是对这种养女婿嘛也没有不知道是什么那个交流的状态，结果老公过来特别会哄我妈，你知道吗？然后就我妈妈不是很内向嘛，就那种典型的那种中国的妇女嘛，结果他天天跑去跟我妈妈说，妈妈我爱你，然后还要亲我妈。我说不行不能亲，我说中国不可以的。然后他也觉得为什么，他说我们国家如果我爱我的妈妈我会每天亲她100遍。哎，我说不行，中国不可以。就每次旅游回来呀，他如果有时候回伊朗哈，回来的时候就会跟我妈妈带很多的小礼物呀，我妈妈的比如说生日呀，过年过节呀，他会许很多的那个什么妈妈新年快乐发给我妈妈，还会就是我妈妈过生日什么的还会跟我妈妈发红包，就把我妈哄得特别的高开心。对，而且我妈不是做那个回锅肉嘛，知道她喜欢吃我也喜欢吃，然后她就给我盛一份这么小一碟，给她留一大锅，真的好偏心啊。我觉得她来了以后她好很怎么亮，还有吃的真的吃的好吃的，她我爱她，很我很爱她，我怎么亮很好。对，她爱我妈。中文不用太好，反正就一直说我爱他，我爱他，这样就够了。因为中文字里最重要的就是这句话。对，那小贝现在生活在重庆，应该讲除了你和妈妈还有孩子的话，他生活也蛮孤单，因为毕竟是一个陌生的城市，他也不太会说中文，对吗？你大错特错了，他真心的，他来了一年多，朋友比我还多。不是，他哪里去找到朋友呢？微信啊，你晓不晓得摇一摇？朋友是摇过来的。哎呀，我是化妆我的朋友。你怎么知道摇来的都是朋友不是骗子呢？对呀，我还跟他说了，还摇了很多的女孩子出来，全部给我删了。你老公是来我们国内多久了？一年多。小孩2岁多，但老公才来一年多。对，哦，所以刚开始小孩出生那段时间老公其实还没有过来。这个就是我们悲惨的故事了。刚刚讲了这么幸福这么开心，怎么会有悲惨的故事呢？当时而且我们在重庆都就结婚了嘛，结婚了以后呢，他不是要回去办资料呀什么的嘛，要回国，结果他回去了就告诉了我一个非常惊天霹雳的消息，他回去说对不起啊，我可能最近2年不能回了。啊，我什么呀，难道你在那边有什么发生了什么危险的事情吗？他不是，因为他要去服兵役，他说我要服2年，他说如果我不服这个兵役的话我是出不了国的现在，而且他那个年龄是最后的期限。对，最惨的是真的就是
正好那个时候我发现我怀孕了，特别的奇幻的感觉，就你经常在那个电视上面看到情节怎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然后我当时就说不会吧，我说怎么可能，然后我就很纠结，但是我就告诉他了。然后他当时就特别的纠结嘛，他说你确定吗？因为你知道我这次服兵役就是要2年的时间，2年如果你确定你要留下这个宝宝的话，你知道那个你自己一个人我是绝对照顾不了你的，而且我在那个部队里面肯定不会回你的信息那么及时。那怎么办？我就去做了一个就是 B 超嘛，然后那个医生就告诉我，哎呀，现在都可以听到宝宝的那个心跳了。哎呀，当时我那个你知道那个角色就瞬间从那个女孩子一下子就进入到那个妈妈的角色，哎呀，我就觉得这是真的是一个生命。然后当时我就下了一个决心，我要把这个宝宝留下来，不管有多辛苦多困难我都要把他生下来，虽然他爸爸不在身边。那就是说整个怀孕期间老公都不在，你是一个人在国内，对，把孩子生下来。对，那他见着孩子的时候孩子应该你有什么要补充的？我对不起他，我很。I was begging every single of them. It was very hard, but I'm very happy now. I have her. 我们现在很开心，我觉得经历了一切都很好，因为宝宝也非常的健康，也特别的争气，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儿子今天抱来了吗？来啦。哎呦，那我们想看看哎。好啊。你叫什么名字啊？他有一点点怕，因为他是第一次来这种舞台。人这么多的地方，对吗？对，第一次，对。所以今天妈妈咪呀这个舞台，当然终究还是要对妈妈的才华我们要表态。这个幸福的故事，异国恋，虽然有一点小小的波折啊，在你们生命里面是真的是刻骨铭心。你们说这个是小幸运，我们倒觉得这是一个大大的幸运。配合上你这么甜美的歌声，这个美好的家庭，我们要给予深深的祝福。通过啊，谢谢舒俊老师。谢谢老师，一样的祝福送给你们啊！谢谢凯丽老师，祝福你们一家。谢谢凯丽老师。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妈妈。三位老师好，大家好，我叫郑亚波，来自黑龙江省鹤岗市，我是一名加油工。今年46岁了。今天这么漂亮来到妈妈咪呀的舞台，您是想表演什么节目，完成什么心愿？今天我来到这个舞台有个心愿，就是希望给我儿子找一个能够提高我儿子音乐的专业机构。这方面舒俊老师很是专家了哈，你看他小提琴也会，钢琴也会，吉他也会，音乐人为什么要找一个专业的音乐机构？您可以跟舒俊老师好好的讲一讲。10多年了，都是我一个人靠自学，然后教他钢琴，但是我现在教不了他了，普通的老师呢也教不了他，所以我希望能找一个专业一点的，能够愿意接受他的一个机构，让他继续学习。为什么？因为我的儿子在4岁的时候诊断为自闭。不太明白哈，即使是正常人可能学钢琴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那你为什么想到用钢琴去治疗他的病症呢？偶然一次他对那声音啊划过之后，他就用眼睛去看，我觉得声音对他还是挺有感觉的。然后有一次一个钢琴老师就说你家孩子这样让你家孩子弹钢琴，因为开发左右大脑嘛。然后我就带着孩子自己就是学钢琴去了，然后第一节钢琴课呢，老师就说：“哎呀，你这孩子我教不了，一会儿看天一会儿看地的，他根本不懂什么是钢琴。”我说：“就学个哆来咪嘛，那么简单，我站那儿我都学会了。”我说：“我回家我试试去。”然后我回家我就买了碟片，买了个小汤的书，完了又买了一个二手的电子琴。他对动物感兴趣，我就把那动物的头像剃下来，就是放在哆来咪上，让他按照动物去弹，就是这几个音他都学了好久好久。其实可能要正常孩子来说他2个小时就会学会，但我整整教了他2年。这个妈妈确实非常不容易。我现在就想问，就儿子现在这个钢琴弹到什么水平了？现在他钢琴都已经10级了。哇，你看，那我们能不能把儿子请上来呢？
哦，可以可以，那我们就请上来儿子好吗？好的好的。好，怎么称呼您的儿子？大家好，我叫严明威，来自黑龙江省鹤岗，我18了。哇，欢迎小颖啊！接下来能不能为我们演奏一个您喜欢的曲子？野蜂飞舞。野蜂飞舞，准备好了吗？我们可以听您的演奏了。准备好了。郑女士，我敢说这个曲子你现在把谱子拿来舒俊老师都弹不了。你为什么要针对我呢？因为你是音乐人，你知道这首歌的难度有多高？当然，哎，不要说音乐人，就是很多的这个专业的人要弹完这首曲目也是非常的不容易，这首曲子在速度跟情感上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是非常的震撼啊。就儿子怎么会学这首曲子？那这首曲子又是谁教他的呢？以前都是我教他一点点的，我们是靠听音乐，听，然后他跟着感觉，然后他一点点去扒，一段一段一段的这么去做。所以是你陪着儿子听这个音乐，然后一点一滴的去把它扒下来。其实妈妈自己也不是说自己先会弹了，然后再教儿子。不是，我到现在我也不会弹。对，就是我会纸上谈兵。是是，是从听开始，真的蛮了不起。我觉得大家应该再给他掌声鼓励一下。那既然儿子已经弹到这样的程度了，你为什么会想说还要再找一个机构？你是希望他能继续在专业上成为一个职业的钢琴家呢？还是说你觉得透过音乐可以改变他其他的部分？你是的想法是？我觉得他应该继续弹下去，因为像他这样的孩子很难有他自己的梦想和他所爱好的东西。既然他已经很爱好这东西，不管我付出多大的努力，我一定让他坚持走下去。他能够有他自己的心愿，我就帮他去完成。小伙子懂得妈妈说的每一句话，对，他一定非常爱钢琴。你看他的肢体语言。其实每个家每个孩子吧，我觉得来到我们身边都是缘分，每个孩子都是一张白纸，写上什么呢？是我们家长的心态。我觉得没有不坚持的孩子，只有不坚持的父母。哎呀，这话说得太好了。但是我真的希望以后有这样的天使吧降临在您的家里，我希望您别要放弃，要坚持下去，因为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美好的未来。还有我想跟大家说，如果你们身边遇到这样的孩子，希望你们能够伸出温暖的双手帮他们一下，让他们感觉这个世界多么温暖。这就是我今天的一个想法和一个心愿，也谢谢大家。这妈妈说的太好了，而且你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妈妈。你把孩子形容成天使，这个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小伙子，你有什么要对妈妈说的？我长大了，我要照顾好我妈。因为我们这个舞台每一个妈妈来都会表演一个才艺，今天您的儿子就是非常惊人的演奏完了《野蜂飞舞》，妈妈还有什么节目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
唱一首歌吧，这个歌是我儿子特别喜欢的，周杰伦的《蜗牛》。蜗牛，该不该割下重重的壳，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随着轻轻的风轻轻的飘，历经的伤痛无感觉痛，老师，小薇加油，希望你梦想成真。好，谢谢，加油加油加油。我们总会用最美好的词来形容孩子，像您刚才说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天使，你是孩子的天使。我叫曼怡，今年32岁，我是个舞蹈老师，然而却将近4年没有上台了。今天能够来到妈妈咪呀这个舞台，是我最意外的惊喜。妈妈咪呀，我来喽！有请下一位妈妈。三位老师好。我叫曼怡，我今年32岁，我来自广州。为什么把脸遮得这么严实？因为我跳的是肚皮舞。可是我们之前看的肚皮舞啊，没有规定要把这个脸和肚子都露出来的，对吧？对啊，你为什么要遮住呢？这又是什么风格呢？因为肚皮舞有很多种风格的，不是说露出肚皮就是肚皮舞，所以我就想让大家看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埃及肚皮舞。可以开始吗？可以，但是我要先请出我的搭档。有请。大家好，
我叫亚当。这位是我的老公，来自埃及，他的名字叫亚当。哇，欢迎来自埃及的朋友亚当。谢谢。开始你们的表演。的手指的方向，他的意思是凯莉姐。对的。看过这么棒的舞蹈吗？真没有。谢谢。跳的舞蹈这么的纯粹，是不是你老公教你的？不是，我是2006年开始跳的。认识老公多长时间？认识老公4年。4年？对。是跳肚皮舞认识的？不是，他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他那时候就知道我是跳埃及肚皮舞的，然后他就说，哎，我想认识你的朋友，第一次见面就说要跟我结婚。哇，你当时是不是把他当埃及王子了？没有，我当他是脑子有问题。反正追了我好一段时间吧。那后来怎么慢慢的让你觉得他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呢？后来我看他觉得他人还是挺真诚的，虽然我跳埃及舞，但是我没想过我会娶一个阿拉伯人。这个我们想听听先生怎么说，他为什么就一眼就看上你？老婆好漂亮，也跳舞的。那我们中国漂亮女孩多的是啊。我就是见过她，我的心已经动了。今年孩子多大了？一个3岁，一个1岁。两个啦。对。今天孩子带在身边。待在身边，但是在后台跑来跑去找不到。上来上来上来，我们要看一下。你们要看吗？要，让他们去找。要。OK。我去叫一下。您的爸爸妈妈现在在埃及还是在？对，广州。所以我的家里人在埃及，我一个人在中国。都在，就你一个人在哦。为了老婆，孩子们。哦。那你想家了怎么办？两半。两半。中文哦，完了吧，成雷。趁你老婆不在，我们偷偷的问你，你赚的钱是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还是放在老婆口袋里？怎么可能？我就是赚钱快点给老婆。看我宝宝睡着了，睡着了，两个都睡了。他的中文名字叫马利克，他叫亚当。那么他们的阿拉伯名字能不能念全？全名啊、
Adam Mohammed Ahmed Mohammed Eid Gebeli。 天哪。 Malik Mohammed Ahmed Mohammed Eid Gebeli。 他们如果在我们国内的学校上学的话，是没有一个导师能把他的名字念全的。其实婚姻本身就不容易，尤其是这种中外的婚姻，对吧？就是我四年没有跳舞，就是因为他。为什么？是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她跳的漂不漂亮？很漂亮啊，当然漂亮。那我怎么让别的男人看？没关系，真的，你就不要把我们当成男人就对了啊。后来呢，她就是发生一件事，就是我以前从来是不会做的，因为我怎么说也跳了11年，然后我以前经常出去演出，我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演出服，她有一天就看到我在打包。把所有的演出服都打包起来，然后我身上这一套服装我也打包了。后来我就说我要全部卖掉，他问我你怎么啦，我说你都不让我去演出我还留着干嘛。后来我就把我的服装全部卖给了我的学生。过了大概3-4天吧，然后他突然间就有一包包裹放在我前面，一个箱子装着的，然后我打开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套服装。他很爱跳舞，然后很喜欢这个一套衣服，我就是把它交换给他，也让他跳舞。如果他不跳舞，他就不开心，我也就不开心。这话说太好了。就是今天来到妈妈咪呀，也是我老公支持我来报名的。谢谢。所以我老公说：“你放心，我不会再反对你跳舞的。”我醒了一个，小卢卡起来了，你抱他一下。我要喝奶奶。今天这个家我感受非常深刻，特别家教非常良好。你有没有看看那个大儿子？我们从来没有碰过小孩在舞台上可以从头到尾一动都不动，太乖了啊！一般的小孩子都是舞台上到处乱跑。就这个小孩子有办法，为了配合你们录节目，人家装睡到现在。对，这家教是多么的严谨，这个画面多么的美好，非常希望能够再度到我们舞台上来展现你优美的舞姿。谢谢。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再教老公一句成语，在中国叫“爱屋及乌”，你懂这个意思吗？马马虎虎。所以相融相合是特别重要的。是的，祝福你们。谢谢。恭喜你们。谢谢三位老师。让我们有请今晚的下一位妈妈。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叫刘兰芳，今年38岁，俺来自大禹治水的故乡山东禹城，俺是干烧烤的，大家都叫俺烧烤。
女神。您说话像这个山东快板一样哈，您说刚才是烧烤女神？对，俺烧烤女神，因为俺烤的串好吃啊，俺烤的那个串外酥里嫩，又香又脆，爷们家吃了它强身健体，女人吃了它越来越漂亮。就您这性格，就您刚才说的这个烤肉什么外焦里嫩的，您在那生意老好了啊。一开始吧，生意还不是多好，到后来俺看了那电视哈，小酒吧里坐着一个驻唱歌手，然后弹着那个小吉他，唱着老带劲了。俺都寻思着，要不俺也模仿他，唱着歌一边唱歌一边烧烤哈。没想到一试还真行了，上那里吃饭的那客人哈，都叫俺女神女神的。哎呦，你能不能今天也给咱们听一听女神的歌声？好，冬天里的一把火。冬有。哎呦呦，哎呦，哎呦。银有。半天不出来，马上就来，总还没来啊？你别急呀，我们要调试一下。再不来急眼了。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那对了你一刻，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我虽然欢喜，却我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就您这性格，就您这才艺，那他们买烤串儿顺便的，主要是听您唱歌。对呀、多看您一眼。是的。你看哈，我做烧烤本来就是生意冷火了，不管到后来连旁边的多了一个炒年糕的，本来20多个桌子都能坐满。这个炒年糕的起了以后啊，就硬硬的抢了我6-7桌客人去。你想想，人家吃饱了这个年糕，谁还吃得下羊肉串去？那你跟他商量商量，让他到别的地方去开，不要开在你旁边。你别说了，这个炒年糕的不是别人啊，都是俺那个死老公啊。傻眼了吧？气人了。你老公他为什么会在你的旁边开一个炒年糕的摊呢？那个，要不你把他弄上来以后，你问问他吧。弄上来啊？你老公叫什么名字啊？叫李吉华。李吉祥的吉，华中华的华。哦，李吉华先生，掌声有请。上来。评委老师好。你上这这。为什么李先生老婆的这个烧烤摊开得这么红火，你要在旁边搞一个卖炒年糕的摊呢？为你了。说，从实招来吧。我不是抢他生意，我在旁边开个炒年糕摊儿，我这边弄个7-8桌，他那边弄个20多桌，是吧？加上堆儿得有30来桌，俩人加上堆儿不是双收入吗？没想到不知道这个吃烧烤的这客人，人家喜欢吃我的烧烤，吃你的烧烤吗？吃我炒的年糕，我操！换个法啊，你不要去炒年糕，你在隔壁卖啤酒啊，对不对？别人吃烤串
吃的口渴了，到你这儿卖啤酒。然后呢，你既不影响烧烤摊的生意，你这边还能增加酒水收入，多好！是啊，好办法。对，我的母亲在这一块儿，其实吧，没想到他就是看着我可小心眼了。上俺这去吃烤串的那顾客，不都是我的粉丝吗？去了以后给我拍照，要不就握手。他看以后啊，他就飞眼刀子这样，然后拿那个炒年糕的那个勺子夸夸的砸锅。这么说的话，他算是爱你，也算是小心的。如果真的内心非常吃醋的话，他不开炒年糕摊，他开个肉摊在那儿夸夸剁肉，那就别人真不敢来了。你看他这一次抢我生意哈，其实他还有一次抢我生意。我干烧烤之前俺俩是买菜的，买菜在集市上买菜，这个事我讲办，还是你等会儿呗。俺俩是对面，我自己买黄瓜卖到3块多钱一斤呀，他俩在我对面买那卷心菜1块钱好几斤，来钱不止。然后呢，他都看着我，他这个眼红啊，他也不知从哪里倒过来的黄瓜。我买3块，他买2.8块；我买2.8块，他买2.6块。你们气死我了，程老师。那气死你了，怎么你气到人家里去了呢？这个事啊，你得问他。那时候买菜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个姑娘傻乎乎的，哎，乖能干活，也能做生意，也会干买卖。那时候有一次在集上一大堆黄瓜没买完，我就看在那里偷偷的哭。我当时给他又不熟不认识，说那时候不好意思，该问你为什么哭啊？我就问他同乡，哎，他同乡一个告诉我，你不知道，他家他妈妈得了癌症了，他做这小生意，为了给他妈治病凑医药费钱。怎么着？我听了之后心里怪难受，我感觉着我得帮助这个女孩子，是吧？我都上他贼船了。那时候其实啊，哎呦，他成天抢我那生意，然后到最后我发现他怎么不抢我生意了，他又帮我收拾摊子，带我就是拉着我走，把我那自行车上他那小三轮上。俺说俺不坐，他说他非得追。俺说男女授受不亲是吧，这玩意能上你那车吗？哎呦，是这么紧的追，总着跟着他走了。到后来吧，经常又是送了又是接了，家里人吧都说这孩子挺好，你要不你给他处处呗，看着挺老实的哈。直到有一天呢，就是我妈病逝了，我爸爸就让他穿的小衣披麻戴孝给我妈送终。从那时候我觉着这是个好男人，也值得托付。我们常讲说干柴烈火，这个一把火一定要有干柴，也要有烈火，这样才烧得起来嘛。对呀。你觉得你们夫妻两个谁是干柴，谁是烈火？我是干柴，他是烈火。跟我想的一模一样啊。是吧？对。虽然你嘴巴里面讲，哎，我这么漂亮，我这么火，其实你是干柴。对。就是有这个老公才能把你烧起来，越烧越旺。对。所以你不要怪他说什么，是不是在旁边抢你生意啊？你们千万不能离太远，夫妻就是要越靠近，那个火才越烧越旺。对。好，彭哥，恭喜你。谢谢老师。这就是一方水土一方人啊！你看南方女孩那种阴柔的美，我们这个山东女孩就是这种特别的爽气。反正娶了我们山东女孩就是一个字，你就得服，是啊，就别想着翻身。这种互补的情况下，这个生活才会过得非常的幸福，对吧？对。所以老公是特棒，特能审时度势，用你的计谋，用你的智慧，征服了我们这个山东的烧烤女神。烧烤女神赞。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妈妈。
请做一下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可兰，我来自香港，我是一位香港的歌手。我呢是跟邓紫棋同年出道的，而且呢我已经有一位六岁的儿子了。这一点邓紫棋得羡慕您呐。不会吧。带来什么样的歌曲？是一首来自我自己专辑的歌，歌名呢叫《眼泪无用》。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因为在我过去的4年的婚姻生活当中，我遭受过因为我真的很爱他，我相信每个女人要不是爱这个男人的话是不但是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我那个时候我带着我儿子，我是没有工资也没有工作，然后连我想要搬出去的时候都是靠政府给我的资助金。我真的在一个很不稳定的情况底下，我就很冒险，我就坚决要带着我儿子，我要跟他生活下去。有一次我送小孩上学的时候，看到报摊上面的报纸封面上面都是我觉得很丢脸，为什么我是一个歌手
但是我在我的音乐事业上面没有上过头版，但是为什么却因为我的家事而要上到头版？那段时间所承受的舆论的压力是很大的。因为是您带的孩子，那您的前夫每个月给您就是多少抚养费或者赡养费呢？他现在只给儿子6000块钱的生活费，但是我要求的1块钱的赡养费，因为他不愿意付，所以我们现在的官司还在持续。您只要求1块钱，但他不愿意给你这个1块钱。是的。2年半时间里面，你一个人带着孩子，那他现在就是每天跟你有些什么样的交流？他跟我一起住，然后他每一天都陪着我，看着他，然后我有一种很愧疚的感觉，因为我不能给他一个幸福的家，我不希望会给他一个单亲家庭，但是没办法，事情已经发生了。然后我跟他说，我说妈妈每天都要很努力的工作，我教泰拳，我教咖啡，我教唱歌，然后我还要演出，妈妈必须要那么努力，我才可以交租啊，给你买玩具啊，供你上课啊。然后我抱着他我就哭了，但是那一刻我儿子看着我，然后他也抱着我哭，然后那一刻是我最感动的时候。他很懂事，真的很懂事，所以他是我最大的一个鼓舞。我们也希望你特别的勇敢坚强，给儿子做最好的榜样。我会的，谢谢凯丽老师。开始您的表演。好，谢谢。顺着这首歌来讲好了，眼泪无用，其实有时候忍耐也是无用。你如果能在第二次就做选择，也许状况会比现在更好一点。今天你已经很有勇气的把这些很不好的过去都跟我们说了，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你重新出发，让大家感受到你最美的一面，我相信会得到你新的幸福。那今天这个表演毫无疑问我当然是支持你通过。谢谢秀俊老师，希望能再看到你再度出现在我们舞台。谢谢柯兰，你特别美丽大方，而且在舞台上非常的有气场，我相信你一定有非常好的艺术的前景和前程，祝福你。谢谢凯丽老师。谢谢。我们都期盼着好运，我们真的不知道好运什么时候会降临，但是有一点，好运永远是降临给坚强的人，永远降临给有爱的人，这两点你都有。
谢陈磊老师，谢谢。欢迎。有请下一位妈妈。妈妈咪呀，由细致营养爱护有加，延续妈妈的天然爱护力的贝因美金爱家独家冠名，带老凤祥珊瑚首饰做华。